来一锅迷你小八爪。哎呀，老规矩，葱姜蒜爆香。哇，你这个就得炒，你看，哇哇啊，哎妈呀，放多了啊！料酒，做八爪鱼哈，你必须要放料酒，多放一点。醋，哎呀，最主要的，你放点生抽。那个盐哈是不用放的，因为哈海鲜不需要盐啊。最后再来上一点八二年的老干妈。等一下啊，马上就能出锅了，就能开吃了啊。